像是扇带锁的门，人人都在努力探问。可若想让命里永恒，就永远把握不好钥匙的分寸。真空想要参问，运气失了几分，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标准，只会让自己乱了分寸。呜呜呜，轻车撞车也撞歪加高跟，做自己才能长久的生存。美丽的旋转就算疲惫不能停顿，南方风雨也有趣的双唇，妩媚的眼神让空气生什么体温。多少秘密陷入霓虹沉沦，多少人长久不被讨论，被定义的身份本就没有标准。别再多问，试着生存。哎呀，你演技真的很差。你这胳膊肘是纯粹往外拐，人家钱都留下了，你为什么不要？难不成你是真打算和他好好过日子？我告诉你，他真不是好人。你到底来干嘛的？为什么突然回国？回边城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是来看看你干什么。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书不念了，跑这儿来冒充小姐，看什么看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爸。就算你俩变成什么样子，别人认不出来，我还认不出来吗？你一上电视我就认出来了。哎，小锦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人在哪儿呢？小锦他没事儿，你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行了，你现在人也看到了，还要干嘛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呢这几天就在你这儿住下了。你看看这房子，他是小锦的，我作为老爸，我住在这儿他也不过分，对吧？你看我这最近也把冰城的老房子卖了，也没地方住了。再说了，你看我伤成这样子，你让我出去找房子，他也不合适。行了，你别再说了，伺候给你睡。好，要是小姐回来了，我马上搬走啊。叔叔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他没事儿。今天出了这样的事，以后我还能拿回印象分吗？酒都不让老爷子喝吗？这些都是修伦放在这里的酒，别乱动。那放在这儿的酒不就是你的酒吗？这有什么不能动的？我看是你不让我喝吧。看什么？哦，女儿，你咋知道老爸要来呢？啊，你给我买这些东西吧，质量都特别好，就是尺寸稍微。浴室里还有什么剃须刀啊、沐浴乳啊，都特别好用。我知道，那肯定花了不少钱吧。今天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睡觉吧。那这酒……去睡吧。你早点休息吧，关于我爸的事儿，有时间我再和你说。
黑子，你去舔吧。我这不是看到你最近瘦了吗？想给你亲自做个早餐。没想到这东西太好了。从来没做过，能会用吗？行了，我自己来吧，你先出去。那我给你打下手。不用了。怎么样，把这鸡蛋打得还不错吧？啊？别把碗给砸了就行。那不会的。嗯。快吃吧。哎呀，瞧瞧这面包烤得焦黄嫩脆的啊，刚刚好。哎呀，这鸡蛋也是很嫩。好，小石。嗯。下次你教我，等我学会了，我就做给你吃，怎么样？嗯。小石啊，爸呢有些事情想和你谈一下。你说。就是这次我来找你呢，一方面是来看看你，还有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爸最近手头上的钱用光了，你看能不能……哦，不是借的，不是要，而且也不多。50块，万，50万，我知道你没有，穆修伦不是有吗？我电视新闻都看了，他不是老板吗？找他要啊！我给你50万干嘛？让你拿去赌吗？你别说我没有了，就算我有，我也一毛钱都不会拿给你的。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好，别生气嘛，爸，给你开玩笑的啊。咱们是妇女，何必那么较真呢？对吧？喂，方姐。好，那你现在接我去现场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你在家里给我好好待着，不许乱跑。好。漂亮了，怎么脸色不太好啊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哦，没事，我爸昨天来了，聊得比较晚。李霞，一会儿就跟导演说一声啊。我怎么看你这一天都心事重重的呀？方姐，你帮我一个忙。咋的了？转过来盯着我爸，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你爸？你看一下还有哪些要注意的。那这个地方您再核对一下吧。好。没有预约是真的不能见穆总的。要说多少次你才听得懂啊？啊，我是穆修罗未来的岳父，我见他需要预约吗？岳父也一样。岳父也一样，你这个小丫头也太不懂变通了吧你！你把电话给我，我直接跟他说。来，我打电话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我是穆修罗岳父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这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走！你放开我！哎呀！苏先生，难得我们这么聊得来，以后有什么事啊，一定来找我。修罗如果欺负小姐，我可是第一个不答应啊。你侄子还能欺负我女儿？不能不能，我就是一说。我就是担心修伦感情上的事不太认真。这话怎么说？这不前段时间网上又流传说他们俩……不说了，不说了。说，网上怎么说？您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这网上流传啊，修伦跟小锦是假恋爱，合作关系啊。
是这么回事儿，难怪我家小锦最近……锦怎么了？叔叔，久等了。啊，你可算来了。哎呀，我话没说完呢。最近他总是跟我说，有些讨厌鬼在互联网上闲着没事瞎编他的故事，这情侣还能有假的？请别请。啊。二叔对我小姐的事确实挺关心的，都是家里人，多关心两句。先过去了。王秘书，哎，把它扔了。啊？扔了。哦。不知道叔叔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来呢就是想问问，这外面传的你们是假情侣这事儿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了，叔叔。我和纪实两个人感情好得很。纪实？你知道她不是小姐啊？当然。我想她们两姐妹的事，你应该也很清楚了吧？既然你知道她不是小姐，那你怎么还和她在一起啊？那你以前和小锦谈恋爱的事怎么回事？啊，行了行行行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什么人了，啊，不是什么正经人。叔叔，我想您可能真的误会了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心里都只有纪实一个人。你这油嘴滑舌的话，你跟我女儿说行，你能糊弄得了我吗？让我相信你可以。除非给我100万，我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你。苏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好，说给钱就不乐意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话说回来，虽然我女儿她没有你有钱，但是她是高学历，从小就懂事，勤奋，啊，自强自立，还有想法，长得也漂亮，配你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我跟你要100万彩礼，那是便宜你了。苏小姐，100万彩礼呢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怎么知道？都满城皆知了，好吗？你先别说话。嗯，我是路过。路过？我看你是来卖女儿的吧。有你这样的爸，你凭什么觉得我值100万？女孩，别这么叫我，没你这样的爸。我要钱，那也是为你好。以后你嫁给他了，你会拖着你这穷酸老爸吗？就算他不介意，他们家人会不介意吗？再说有钱了，我就不一样了，这不是为了你好吗？为了我好？你哪一句话是为了我好？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，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去赌。不应该弄得妻离子散，你更不应该来找修伦要钱，把我弄得这么难堪。你赶紧走。纪实，你别冲动，好好说。苏先生，这边请。叔叔，您先冷静一下，有什么事呢？我们回家再说。你们一个个的都不给我钱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。看什么看？好好工作。对不起，不应该让他过来打扰你的。不会再有下一次了，我先回家了。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打扰？我是你男朋友，不是外人。特意为你熬的皮蛋瘦肉粥，吃了吃。
谢谢。如果真的吃不下，就算了。我只是突然想到，我长这么大，我爸从来没给我做过一顿饭，哪怕是一口粥、一口汤都没有。哦，也不是，他今天早上还给我做了顿饭，只不过是我没吃成。我原本以为他真心想为我做顿饭，谁知道是为了100万。是不是很可笑？这样，以后呢，不管是饭还是粥啊，都交给我，好不好？我想锦清和妈了。锦清，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事儿，我很想念你和妈妈，你们还好吗？想啊。我在想，如果锦清遇到了这件事儿，也许就纵容他。能不能先乖乖睡觉，别再胡思乱想。这儿好舒服呀。是啊，我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就会来这里吹吹海风，看看海。这样的话，不管多不开心的事都会忘得一干二净。这样吧，给你表演个节目好不好？想看吗？什么呀？我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尾巴，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。现在有没有开心一点？说吧，还有什么想做的，我都陪你。今天我一天的时间都是你的。什么都可以。这个可能我不太行。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。敢来吗？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？来。不是，现在找女友手段都这么卷了吗？哎，女生现在就喜欢这样的男朋友，真霸气。您的速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怎么，顾先生害怕了吗？谁怕了？我就是怕你超速起罚单。明明说好了是我带你兜风的，怎么就变成这样？你这样我太没面子了。那我觉得你已经进步很大了。你记得我第一次带你飙车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可比现在激烈多了。这不是近朱者赤吗？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总是要升级一下，向你学习。不过做不成，
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你以后慢慢接触，就会发现了。但我的生活不只有惊喜，还有惊吓。就像昨天，昨天那些呢，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即便是以后还有很多惊吓，我也不怕。陪你。但我担心。担心什么呢？他在咱们两个这儿都没拿到钱，我担心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喂。喂，小苏姐，哎呦，我们大事不好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爸找了很多家媒体，说要爆你的料，估计是要把你不是小姐的事抖出来了。你来接我吧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没什么，公司有急事，我回去一趟。我送你。帮你留过来接我。今天谢谢你。哎。今天主要分享那苏锦不为人知的事情，等所有人都到齐了，我肯定说。啊，哎，稍等，稍等，同志啊。苏锦啊，他不就是要钱吗？咱给的就是了，咱又不是给不起那100万。放心。越是纵容他，就越会放肆。他要是拿了这个威胁我们要1000万1亿，你也给吗？那倒不至于吧，那毕竟是你爸呀。是我爸没错，他更是一个赌徒。你永远不要对一个赌徒抱有任何的希望，那样只会让你绝望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准备新闻稿。苏姐，你要干嘛？你不会？与其让他继续威胁我们，不如让我亲自堵死他想走的路。那可是……那我再重复一遍吗？你们在说些什么呀？叔叔到底会爆料出来些什么？哎呀，你就什么都别问了，电脑给我来。其实呢，我一直想告诉你们，我女儿苏锦的一个大秘密。既然是我的秘密，那应该由我来说。苏小姐，苏小姐，苏小姐。不是说了吗？有什么事陪你一起面对。和记者朋友们讲一些关于小锦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你们别看这丫头啊，有时候呢，在镜头里表现得好像什么都不在意，好像天塌了都表现得风轻云淡，其实她也有感到害怕的时候。害怕什么？害怕什么东西啊？记得是小时候，那天非常的黑，突然电闪雷鸣，啊，对呀。你们现在谁能来告诉我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非常了解他，他如果没有拿到钱，是绝对不可能改口的。你别看我，真的不是我。你俩要不先回去吧。什么时候给他的钱？你走了之后。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你不应该没有问我就擅自做决定。而且他这是勒索犯罪，你越是纵容他，他越会贪得无厌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不是不想看你为难吗？我的身份迟早都要曝光，媒体跟网友我也迟早都要面对。没错，你苏纪时呢确实够勇敢，什么都不怕。但我作为你男朋友，以我自己的方式避免你和你爸以最难堪的方式收尾，我没觉得我做错了呀。你不需要男朋友保护是你的事，而我要不要保护你是我的事。
我也从来没有纵容过谁。非要说的话，我纵容的只有我自己。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伤害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很乱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下。钱，我也会让芳姐尽快还给你的。九十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觉得勒索这招很管用？100万不够，要1000万是吗？啊，这卡上的钱一分没动，现在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你完全通过了我的考验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这小子起初是和小锦谈恋爱，现在又和你在一起了，那我能放心吗？所以我就替你先试试他，还好，这小子还算经得起考验。什么意思？爸呢，就是想看看，在这种困境下他能不能保护好你。啊，当然，就算不给我这些钱，在媒体面前我也真不会乱说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都没变。你不管做什么，做了多过分的事情，永远都会说是为了我好。6岁那年，你拿着家里全部的钱出去赌博，你说是为了我跟小锦好。8岁那年离婚，你还说是为了我们好。18岁的时候，我选择地质专业，你拼死阻拦，也说是为了我好。当年有些事儿，爸也是有苦衷的。你这些话我真的听腻了。喝一杯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再泡个杯啊。以后我女儿就靠你照顾了，你要是欺负她、伤害她，我绝不饶你。我一定会好好对她的，您放心。我这孩子你要多担待啊，他这个性子又烈又急，这平时出个门被狗咬一口，他恨不得咬回来。我就担心他吃亏。您这形容啊，确实挺贴切的。但这也不是坏事啊，这说明他没有被磨掉身上的棱角和锐气，这也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也是这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。我也跟他好几年没见面了，没想到这次碰面还是老样子。冒昧的问一下，你和他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呀？嗨，他还在怨我，不过这也是我活该。我是个海员，一出海就是好几年，那时候呢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家里2个孩子，负担不小。就和他妈为了这事儿那事儿，老是吵架，所以我心里苦闷呐。我就想着，只要有钱了，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所以我就拿了所有家里的积蓄去赌，谁想到这是个无底洞，钱没挣到不说，还越陷越深。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收手。我醒悟过来的时候，家也散了，女儿对我也越来越冷淡了。这些年我欠了人不少钱，所以我也不敢见小石，怕连累他，也怕他见到我更心烦。别担心啊，我真的很久没有再赌了，而且就在最近我把债全还了，我这还了债才回来找小石的，肯定不会连累你们的啊。了解，当然了解。
刚才听你说了那么多，我猜其实你也早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既然知道，就不算晚了。晚了，你看看我和小石，现在都没办法好好说两句话。这次的事你还真不能怨他，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他。我本来就是想来看看他们姐妹俩到底怎么回事，顺便也想好好的考验一下你小子，结果又弄巧成拙了。好了，这丫头，我想以后是再也不愿意见我这糟老头子了。如果你想要和解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小建议，你可以先去道个歉。哎，我们父女俩之间的事儿，哪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？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啊。不管您是在意他，还是想要去弥补他，你得表达出来。他有时候确实对情感没那么细腻，您如果不表达出来，他未必能感知到。哎，他总说一个赌徒的话是最不值得信的。那就用行动，有时候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。行动？当然说的不是您这次这样啊。哎，我女儿她那么喜欢你，你小子肯定有很多想法，对吧？你跟我说说，平时你和我女儿吵架，你惹她生气，你都做些什么？倒不如这样，什么也别说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和我女儿住，我要住大王的，我住我女儿的。这怎么了？叔叔有点着急了。你带我回去，我要和你住。我来呢是想问一下你的意见，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叔叔去我那住两天。女儿，我们回家。让他在次卧睡吧。好，走。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不是也喝酒了吗？怎么回去？找个代驾嘛，不行的话，我让高明手来接我。我跟你一起下去。不用。我需要去楼下超市给我爸买醒酒糖。是给叔叔买的。你不也喝了酒吗？被我拿走了。不生气了。我知道你是在保护我，只是我当时在气头上，同时也觉得特别难堪。至少现在结果还不错。我只是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。可以告诉我吗？我记得我当时也就七八岁吧。在我爸妈分开之前，
我妈一到饭点儿，就让我去赌场接我爸回家。我一到那个地方，全都是烟，就像东海龙宫一样，根本找不到他在哪儿。小的时候，我老师还问我，说你成绩那么好，你爸妈怎么培养的你？我哭着跟他说，我根本见不到我爸。我早上见不到他，晚上也见不到他，一直都见不到他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羡慕其他的小朋友，我就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过年的时候，我爸可以回来陪陪我们，放放烟花也好，吃吃饭也好。他从来就没有做到。你说他现在突然这样回来，我怎么可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？带你去个地方。你在小卖店偷偷买了这个，拿着。哦呦！来，给你表演个直升机啊！哎！不能弥补你小时候的缺憾，但至少现在看你笑了。顾秀文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我现在很好？没有啊，没记错的话，今天还有人说我多管闲事呢。对不起，收回那句气话。我现在想想，如果能早一点遇到你就好。其实不管早晚，最重要的是珍惜当下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人和事就跟我们手里的烟花一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突然。所以，但凡你在意呢，就应该去珍惜它，免得以后后悔。你说呢？哎呦！你怎么了？你烫到了？哎，叔叔，小莫啊，你跟我说，只要我投其所好，说不定他就会原谅我，是真的吧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小景呢，一直非常喜欢地质专业，您之前阻挠他，也变成他心里的一个结。我觉得要不你从这一方面先介入试试。地质方面，这地质方面我也一窍不通啊。没关系，等您有空的时候啊，带他去野外转一转，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挺开心的。哎，对呀，这丫头好像小时候是爱往野外跑。啊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去忙了。咱们回头再聊啊！再见再见，拜拜。还缺点啥呀？
哎，有点石头才像，怎么回事嘛？哎，你回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小石，过来。哎呦，我闺女还给我买早餐呢，免得你又烧我厨房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早餐先放下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先看看这里。啊，瞧瞧，我给你打造的野外丛林。每天呢，忙完了，往这儿一坐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是不是挺像那么回事儿？啊？这些都是你弄来的？啊，我楼下花店送来的。哎，怎么样？像不像野外丛林？Oh no！ 怎么你不喜欢啊？你把我化石敲碎了。化石？那都怪小木，是他教我的。昨天苏先生直播的事呢，对苏小姐多少有点影响，但还好，就是网友的反应都在可控范围之内，只是那些媒体觉得自己受骗了，有些激动，需要我们安抚一下。行，那这事你来处理。好。赖叔叔，小莫，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？你让我在地质方面多下功夫，现在倒好，我女儿不但不开心，反而更加生气了。不是叔叔，我是让您下功夫，但没让您敲碎她在莱斯伯斯火山岛捡的化石啊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想办法补救吧。哎，小雨，你知道最近小满为什么请假吗？会不会是她生病了？生病？最近我老是看到他上网的时候在查红斑狼疮这方面的资料，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……你好，请问你是小满吗？宁夏小姐。叫我宁夏吧。天的温柔融化科学道理，心动是最